真的是应广大吃货们的要求，这个青团终于给咱们出这种独立包装的了，9.9一箱，里边是12个，而且都是混合口味的，有芝麻的、蛋黄肉松的，还有豆沙的，混合给咱们发货的啊。依旧是黏黏糯糯、Q Q 弹弹的口感。豆沙的是纯甜口的。这个是蛋黄肉松的，这个是咸甜口的，它这个馅是那种咸香的。而且它这个馅料里面的蛋黄跟肉松的香味特别浓郁。再来一个，它这种独立小包装的，咱们平时带着就特别方便。嗯，还带这么小托盘的，里面还给包了一个保鲜膜。这包装真是不错。有的姐妹不想买太多，你就拍这个，什么口味都有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拿哪个都能吃的。等下来个黑芝麻，那单独的包装吃起来就是方便呀。嗯，黑芝麻的也不错，里面的馅料非常的香，浓浓的芝麻的香味。这个咸香的它吃起来就不会腻，咸甜永动机嘛，对吧。嗯，这 QQ 弹弹的口感谁能拒绝得了。